我从一个涉世未深的18岁的孩子走到这一步，是党和人民培养了我，是电视台使我拥有了一批观众，同时也在那一段工作中深深体会到我所采访之处，人们热情地接待我，帮助我，冲的不是我自己，而是中央电视台。我是中央电视台这棵大树上的一片叶子，我为这个集体输送过金光和作用而形成的养分，也受这棵大树的支撑能在阳光下闪烁。尽管任何一片叶子都迟早会脱落，但是这棵大树注定根深叶茂，日益繁盛。没有中央电视台就没有我，树可以离开任何一张叶片，而任何叶片离开这棵树都会零落成泥碾作尘。当然，没有国家的富强和发展，中央电视台又怎么会有灿烂的今天？我1960年来台，全国才有几台黑白电视机呀。如今我们拥有8亿观众，我到世界各地，凡有华人之处，就有我的亲切的观众朋友。我庆幸我没有因埋怨停步，走到了今天，我没有理由不继续努力更上一层楼，怨而不怒，哀而不伤。这是古人教给我们做人的规矩，如果我在文中有信古训，那也是不得已而为之，因为这是历史，历史是不可以信给扭曲的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